先提醒一下，这一轮不能再等下一轮哦。好，谢谢。为了因应本土疫情急剧升温，指挥中心启动快筛实名制，以每剂100元价格贩售试剂，却被国民党批评是大发国难财，还拿出他国价格比较，例如香港、法国一剂只要40至50元。政府向快筛厂商购买，真的买贵了吗？雅培基本上供应给美国政府呢，基本上大家都是5块美金，5块美金折算台湾来讲，基本上就是140几块。那罗氏来讲呢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说当时呢，就是不管是欧洲或是美国，其实现在目前罗氏在欧洲在卖的话，也都是6-7块美金，把这个罗氏在全世界的铺的货呢，重新调回来给台湾使用。哦，因为这太紧急了，所以说那现在整个运输成本呢，各方面成本都会大幅度的拉高。欧洲一剂卖到200-300元的罗氏快筛，是实名制第一轮贩售的厂商。业者透露，罗氏被说服以每剂95元的价格卖给中央政府，再加上进口运输、系统建制、仓储包装，还有药局物流配送等，才会以每剂100元出售。仔细比较罗氏同款快筛在其他国家的售价，香港无入组是300元港币，换算单剂价格超过台币225元，英国则是24.99英镑，单剂要价台币约185元，而且目前没有库存。美国目前也大缺货，新加坡价格更高，无入组台币1286元，一剂将近260元，最贵的则是日本，25入组规格44000元日币，换算台币单剂几乎要400元，而且要登记排队才买得到。只是有的国家是自掏腰包买快筛试剂，有政策上便列预算，直接由政府免费提供快筛，像是英国跟美国，但高额快筛预算得全民承担。那英国是一个走全民健康服务政策，所以那它的快筛政策是在疫情期间，就是从2020年到今年的4月1号以前，快筛全部是免费的。政府在快筛上面以及筛检上面，曾经一度高达必须要花费20亿英镑一个月。的额度，那到现在认为它不再是个公共危机了，而且全民基本上某种程度上面已经战胜了 COVID 这个东西，那因此就不再把这个资源这么大量的资源放在一个相对 CP 值不高的一个项目上面。虽然英国目前停止供应免费快筛，但需要的族群包括长照机构、医疗人员还是可以申请。台湾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快筛试剂还缺货，只有疑似确诊者才能使用公费快筛，医师担心可能造成疫情黑数。我们想要筛的那群对象会不会因为价格不去筛检？如果会的话，或是高于某个比例的话，你势必要做一些补助上面的调整的。那不要让价格变成一个大家不敢去筛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。如果为了让快筛试剂普遍，政府没有把关，让大量低价快筛试剂进口，针剂业者也担心品管问题。当快筛阳性当作确诊的时候，全世界所有的快筛进来。那些快筛的品质好不好，没有人知道。他给你叫你阳你就阳，叫你阴你就阴。第一个价格可能会崩盘，第二个呢，可能民众买到东西使用的时候呢，你已经没有像以前说，你如果阳的时候有 PCR 来确认说你是阳。民众想要高品质他厂牌快筛，又不想要使用者付费，中央在政策上该如何拿捏，还得持续多方考量调整。金星闻罗湘旭，上海采访报道。